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练习笑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故事 ，Number 问号，观察日志已销毁。那前情提要就是 MX46 似乎寻回了他以前的记忆。那奥斯海非常惊讶，我们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观察日志已销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进化模组，这个应该就是三阶的实验体的吧？我看一下。好，不管，我们先开始再说。其实那个技能组我也没有背，所以不是很记得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MX46 应该就是三阶没错，看起来这么帅。MX46 睡着啦、我用透晶石做了新的躯壳，尝试动动看。这流汗是什么意思？不太顺畅吗？战斗能力如何？看起来很炫的样子，喜欢，很好。待会只要再做些调整就。What？ 闪光弹？怎么回事？什么？白痴，就说看清楚再抓，现在抓错了吧？你们两个废物，还不快把事情解决了？少啰嗦，要不是有我们提供情报，你会知道这里有尊能卖大钱的水晶人偶吗？你们再不放开我的话，绝对会后悔。我靠！闭嘴！我最讨厌这种长得帅的废物，长得帅的废物。要快点趁那怪物昏倒时解决他。要是等他醒来的话，太迟喽！醒来喽！大哥，他醒了。两个废物，快去给他解决了！魄力不一般啊！好，弱化或易伤，看来是哦，那。一样先凑个金色四魂来试试看。好，他的四魂是两万，我在讲什么？2000。好，1、2、3，发射！超帅的啦！救命啊！这刚那是摆 pose 吗？废物，别跑啊！水晶人我还没抓到呢。可恶，还是只有自己人能信。我的宝贝，换你们上了。哦，二郎。这叫什么？驯化恶犬。好，看来有带项圈，就是驯化恶犬。虽然我不知道外面其他模组有没有带项圈。弱化。哎，有点痛啊。四魂好像从这里凑比较快。好，几层瘫痪了？2层。二四，1、2、3，发射。
帅翻了。大哥，我只是走错营地而已，原谅我吧。还不快滚！故障哦。哎呀，刚刚只是装腔作势嘛。好，看我把你扛去卖了。你以为你是多猛的肌肉男啊？你要怎么扛啊？扛不动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怎么回事？我说了，你们会后悔。啊！我靠塞！我靠！又来了番茄酱即视感。刚刚的水晶光芒怎么？喂 ，MX46，可能会死。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他那叫出他的名字了吗？又变回来了，只是有老鼠跑来作乱而已。MX46已经帮忙处理掉了。我要找出办法重现刚才的状况，我晚点会跟你说我要什么素材。你不用管那么多，帮忙看着他一下。又我。这个笑脸，我也要，给我50颗，给我500颗。好吧，还算是温馨的结尾。哦、还算是温馨的结尾，至少没有除了那个二伤人之外，没有人在领便当。好，这样应该就结束了吧？我们看有没有第六话。好，果然是没有、哦。那我们来打看下一话实验体的旅程绝集。我还没打过，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关卡。哦，实验体在参谋位置，那绝技的部分吧，放这个好了，可以给全体弱化。然后这里就带个谁好呢？啊，就带兰尼德好了，兰尼德跟丽莎，然后强化可以触发全体的特别技能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实验体已经在那个位置了，那就来个白位的好了，可以转出白魂星的，打看。王都战斗兵没有写有什么特殊技能，好，那就先来。好，想转一个全体强化撕裂。哦，果
果然带卡努拉是对的。这可以干嘛？敌方回合开始时，若本角色落单，则获得永久三层强化。只有精卫战车角色是哇，看来带卡努拉是不对的，因为卡努拉的金色四魂没有办法造成伤害，它是嘲讽而已，好吧？看来这个要重来了。金色四魂要造成伤害的啊，那如果说要反击的话，带个假汉或许不错。其实也 不一定要反击啊，只是我觉得这样比较稳一点。金色站位的四魂啊，看一下哦。啊，带基础盘好了，然后中间就带谁好呢？带个算了，你没有办法指定攻击，那我来选一个，带个啊，带一开始那个三人组好了，烦死了，不想思考，带他啊，金色四魂，那就这样吧。虽然不知道这样带前面两个会不会被梨砸死，应该是不会吧。哎，三千而已，血量这么少，那怎么好意思？那就随便砸啦，怎么好意思？血量这么少，我上一局都没有注意看他们的血量。哇，有点多。还剩多少？几千。他血量有点多啊，永久三层强化，我不知道他打起来会多痛。哦，自补，哎呦，啊，他会啊，他会把上面的牌转成黑色的。放了两层异伤，然后打下去。好，还好，稍微运用一下实验体的参谋技，转出金色四魂，很快就过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这次就 end 到这里，拜拜。